现在几岁？18岁。生日几号？8月17。几年出生？2001。属什么？属蛇。星座是什么？狮子。你几公分？174。现在几公斤？58。桌球界的偶像？都是我的偶像。桌球的必杀技是什么？什么都是。什么都是。好，你有没有弱点？什么都是弱点。好，把你最强的武器说出来。这应该不是问我。这应该不是问你，要问对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有没有遇过最难缠的对手？每个都很难缠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现在世界排名第几？去过哪几个国家？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。韩，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都是印度人的地方。那你身边有没有拉肚子？没有。印度女生漂亮吗？不知道，没有遇到。是不是都在饭店里面，对不对？可能都包起来。没有，不是。对，不是。你国中在哪里？立山。立山国中在哪里？内湖。哦，你之前住内湖哦？没有，没有去、啊。哦，你后来没有去？没有，都自学。在哪里学？都在宜兰市啊，这里或是别的地方，宜兰大学那边。宜兰大学那边，一天练习几小时？6-7个小时。6-7个小时，你休息的时候干嘛？耍憨。你最大兴趣是什么？都是我的兴趣。都是你的兴趣。喜欢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都喜欢。你现在都穿什么鞋子？都穿。几号的鞋子？27号。内裤穿什么颜色？什么都穿。你爸最常跟你说什么？什么都穿。喂，不是啦，我们真的没有问题问他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真的没有，我要放弃了。你快要松一口气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放弃吧。这次跟我们合作开心吗？好，开心。了哦，好，我爱你这一句话。那你爱我们吗？大家都爱你。